提到之前上映的《变形金刚五》，很多网友都表示影片有些差强人意，但是大家还是非常期待接下来即将在年底上映的《大黄蜂》独立电影。在今年四月的在电影产业大会上，影片的预告已经得到了公开，尚未公开发布。而今天，关于《变形金刚》真人电影系列，官方则公开了一个更加重要情报，详细情况如下。根据最新情报，派拉蒙官方已经确认正式将变形金刚七撤档。一定有很多人疑惑，变形金刚六去哪儿了？其实变六就是衍生新作大黄蜂，影片原定档2019年6月28日，此前已只有已经撤档的说法，项目也停滞中，如今终于得到官方的确认了，原定2019年6月28日的档期将由蒂芬妮哈迪什的喜剧片 Limited Pardon 来填补。据最新几家外媒的说法，变形金刚宇宙已确定推倒重启，按今年底的大黄蜂独立电影的方向推进，今年初就有来自变形金刚专站 TFW2005 的说法称，孩之宝计划在大黄蜂独立电影推出后，让一支新的团队来重启变形金刚真人电影系列。变形金刚衍生电影大黄蜂大约在半年前正式杀青，由演员 Hayley Steinfeld 和 Dobby Land of Doctor 以及偶像女星 Michelle Crow 加盟。这部电影的电影 logo 标题之前也已经公开，将讲述大黄蜂的起源，背景设定在1987年，大黄蜂在那时是一辆黄色甲壳虫。擎天柱也会加盟，算场网原创，如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。